都买的啥呀，姐夫？买了点这个跟猪后秋肉啊，烤肉嘛、啊，完、买了点鸡翅，听说你做鸡翅好拿手啊，给你准备一个。这啥呀？这个是五花肉，买两块。买那么多？今天我姐夫是带伙食来蹭的饭。这老是我的什么？我又买了我喜欢爱吃的香菇、蓝瘦还有。你啥意思？今天中午就蒸烤肉了呗？啊，必须啊，没事。这么费劲吗？刀不行，就骑到北京都不带打过档的。我爸在赶来的路上，因为俺们这个气罐没有了，买气罐去了。我先买点气罐回来。你说这，你这干啥吧？吃烤肉，我买烤肉了。啊，我都买，我都买五花肉了。啊，我这有录音的吧？你有录音？气罐呢？你没说七块二十二啥呀？肯定买了，扛坏了，他就愿意干这事儿，扛起来了。岳鹏口。这应该叫姑爷子跟老丈人的快乐周末，因为有肉了吗？是这意思不？对头，就缺这玩意儿。这能不买吗？要说吃，这事儿还用考虑吗？你两个瘦点烤上啥呢？嗯，瘦。他肉不够啊？啊，够，宝宝。就你们仨吃。我就跟我姐站边闻闻味儿就行了。行行啊。来一块，自己回家。行。还是味儿香。还是真香，完了。这个等会儿再讲。对，先烤五花肉，等它油了就妥了。那必须的，肉肉也没烤啊。哎呦我去，一点都不馋。我这个角度呢？哎呀！哎呦我去！干！来吧，战斗，开始战斗。不是，我看着五花肉冒金星呢。啊，我看着也是，真可爱他啊。老丈人和女婿的快乐生活开始了。干啥呀？姐夫，你的口罩不舍得摘呀？我不愿意你看我流口水的样子。他姑也不开，对吧？啥也别说了，把这片儿肉拿来。不大吧，那还大，你这弄不到吧？哎呀，这里放两个蒜瓣。啊，嗯，来盘，来抓着辣呀，没吃辣椒，没吃。他蘸辣椒面吃呢。不对，辣白菜来一块，那我这肉怎么样？小甜瓣整一个，小辣椒圈来一个，啊，啥别说了，看不出来你们仨喜悦的样子，你们应该吃的时候咧着嘴啊。那让你被发现那么幸福，你笑笑，对对，这样才行，哎，对，得抿着嘴笑。